要把人这个浪买呀。下面价格你看看吗？下面哦，小份六块钱多，要有个小份的嘛。好，咋吃了？哎，要得，谢谢。这是我的份儿，这蒜蓉酱是吧？对对。哦，等你捏烧这个。不是的，葱花香菜都要，这是酱汁。打包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路边的臭豆腐，看看这家臭豆腐怎么样。最底下这一块。底下的确实是最好吃的。味道都堆在最底下去了。它中间那个蒜蓉酱很香，但有点辣，它纯小没辣。好美的，好赞！再来一块，完了，我今天才去补了两颗牙齿，希望我的牙医看到这个视频，下回还能继续给我补牙。